我问问这联通客服怎么回事？网通客服。10010。我得转一手人工服务了。啊，麦没声音，放屁。我人工服务一手，哎，你好，我们家这个网啊，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要么就是下雨的时候会掉线一下，要么就是下雨第二天会掉线一下，就是无论怎么整也没有用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。啊，对呀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以前重启过呀，他重启后来还是断呢。也不能说下雨肯定断，但基本上就是有下雨可能都会断。全军出击！内心的恶魔。这小老妹儿说话呀，说句实话，还挺好。突然之间，我对联通啊，有了好感了。我真是个傻逼，我上去扛了两下塔。没事，我有药，问题不大。中风，来来来。刷新一下，戳一刀，戳两刀，中风接滑了，戳一刀。小法师带的啥？带的点炎小法师啊，下边他死。之后的真容，
一刀，两刀，递过来 Q 闪 A 接 W 接平 A 回收，黄子帮我把闪打出来就好了。我戳平 A 划了一刀，接二段戳，再戳，中风划了一刀 A 接戳，接平 A 接 E 回来，小法师马上到，走了，走位，回头戳，傻逼了。这不跑，这能跑吗？跑肯定是不可能的。永恩没有后退，插个眼，有个针眼，拖一刀，一过来中风 A 接 W 接平 A 接戳接 A 接回，马上升六，中风，一段戳，两段戳，现在直接 Q R 他死不了，必须得一 Q R， 一段，两段，这太猥琐了，等他补车。蒙多是不是上路把猴杀了？真的，这都好猥琐，这都不出塔，这都。妈的，防御塔战神呢？我操！我服了，你还不走啊？你可能不知道死字到底怎么写，兄弟。瞎子吗？不就是？走位，这扣能中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这扣怎么能中了呢？凭啥中啊？不，他凭啥中？别的咱就不说了，凭什么？你也感觉中不了是吧？这为啥能中啊？楼上关了。咱能不能出塔？能不能出防御塔？能不能？你他奶奶的！不越塔就杀不了。
你不要以为你在那防御塔上面，我就拿你没办法，行不行？你不要以为你在防御塔那儿，我就拿你没办法。我回去了，给我一 Q 啊他来。这老瞎子，今天不把他干死啊？给我一 Q 啊他，他没有大了。杀他杀他，你不有大吗？他没大，俺俩可以杀。王者一 Q 还可以啊，这王者一 Q 一 Q 的还可以，走你！别杀了，别杀了，别杀了！哇，这个能双杀！我的个妈！喂，哎，就是跟我说了，说让我看一下这个宽带的状态。让我看一下下回断线了那个光猫是怎么亮的。不，你在我这打野，你问过我吗？啊？你感觉你能走得掉吗，兄弟？
就非得就不给助攻。不好意思兄弟，这属于烫死的，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啊。一段戳，两段戳，一 Q 耳链 A W A 接戳接平 A 回来，这人我操，这下回我只平 A， 我不放技能，我看你怎么躲。下回我看你怎么躲。来，我看你怎么躲来。算了，我撤了，我打不过防御塔。找到你未曾有过的安宁。我打不过防御塔，算了。谢谢峰哥的一个大火箭，感谢峰哥，谢谢峰哥啊、哦！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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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就会忘掉后面的那张脸。感谢老板，带气呀、啊，峰哥。那今天俺们的亲密度1.2倍有望了。真的，你想杀这小法师，必须得越塔杀，永远不带在塔外边出现。你不在塔外边，看不见他。蒙多这无敌了，蒙多，现在还能看到蒙多这英雄，属实是笨逼。我操，外边下暴雨了。谢谢六瓶六补神花露水。守一下防御塔，我们去上路找一找这猴。法师为什么要在防御塔外面打？那不一样。你可以靠着防御塔，就是算了，跟你说你也不懂。你是你在地下18层，我在臭氧层，咱俩不是一个层的，拉倒。略微有点嚣张了，这是。哎，这塔越的稍微是有点多了。哦呦，抠一手好了，再抠一下，这猴死了就好了。这波伤害计算没有计算的太好啊，略微。先来个破败小件，才能体会到安宁。太多人一心逃避，这逃避是不可能的。我感觉这女警都不一定能打得过这 EZ， 差一点点。瞎子还挺会守尸的，守我的尸。走，上路带线。带线自己单玩两波。
因为对面开始抱团了，好像。恐惧一旦被唤出真名，蓝咱就不要了啊。去上下多带点线，升升级。一会儿对面12级，俺们18级，就杀这瞎的。哎，有峡谷线不可以。不应该死的。一波，兄弟们！漂亮啊，女警，点死他！我想玩把女警了。我发现女警的英雄好强哦，我玩把女警行不行？每次都是同样的奇怪，同样的痛苦。恶魔形态变异，对我而言，一概是猎。中单女警不下路女警，女警哪玩中单？玩那种破甲流的呀、啊？好猛啊，女警！怎么就加点攻击力、加点移速就无敌了呗？这英雄为啥呢？在疑虑和恐惧之间，亚扎克伺机而动。在这等一手小黄毛，看看上哪去了？回家了。你们打大龙，我这下路找会儿人。好，来了，哈斯给一过来，特败 W A 戳土流开通，这大招肯定是浪费的，但我就想帅一下子。我想给他配个音，直接一上来给我晕住，我回去了，我拖，哎，为什么电刀无法触发呀？刚才电刀不可以扛塔吗？哦哟，好准，这个钩给的这么准，看来我们得来个水银四袋了。不行，外面下大暴雨，现在出去就被浇死了。瞎子专业守尸人，他每回都在那守着我。下回咱先杀瞎子啊，让他守。我看你打不打得过我。中风，来来来来来，打个大龙吧，兄弟！
哎呦，杀女影！这老猴，双 buff 我想要一手，吸住他。跑的是挺快，拉克斯，只是走不了。W 接错，你们家都要没了，还出来跟我们打大龙呢？这发型，这发型哪的了？我这个发型不行吗？这是价值2000亿的发型。我对不起这皇子，说实话，我就不应该抢他东西。都给你吃了，我就戳两下就行。东风 AW 接戳，接平 A， 水银一回来接。我来出一个秒表，还得是这种射程远的英雄吧。女警，嗨，女警一定得玩把女警。我赌五毛，蒙多必死。这投什么降呢？谁投降啊？蒙多投降，蒙多就疯着吧。你看，这种人啊，就是可能就是怎么的呢？就经历不了挫折，你知道吧？就只要一点，就一点点小挫折就完了，放弃了，啊，就死一把，哎，死一把，放弃了，不玩了。在一处海边的悬崖上，有一个最奇怪的灵体。风龙龙魂沙龙死了，哪的了？哎，啊，搁这儿呢，死定了，女警一枪就死。一刀，两刀，一过来扣闪架，扣点烟一回来，戳死接九，不是接破败。一下，两下，一过来扣起来，平 A W 接戳接平 A 接回来，怎么没回来？按了个小秒秒。终于可以又来我们的欢乐斗地主了。